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阿伯阿哥嘿，安迪安哥嘿，一起庆祝新年，哈哈大笑，龙威。新年快乐！十二月十秒问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啊！笑笑力量大嘛！今天是大年初二。那你知道很多人呢就会回娘家啦，或者是呼朋唤友一起来 gathering， 我们今天就在这边 gathering 啊，哇，好开心是不是？对。其实呢，讲真的，我们今天呢也准备很多的红包是要送给大家的哦。当然今天不止我们两个可以 share 红包给大家啦，一个呢就是土生土长的老 rocker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春洋溢的老派年轻艺人啊。什么叫老派年轻艺人哦？没啦，因为他出道很早啊，然后他其实很年轻嘛，就跟雪晶有一点像样子。可以把两位艺人给请出来，威神威神光，还有威神。Yo， 大家好，那初二新年快乐！你好，我是威神威神光。你可以吗？你太兴奋了，连麦都不会开了哈。我要证明我不是老派艺人，我不会这些的。哦、那你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呢？恭喜发财！大家好，我是可晴。耶、yeah! ！这是我人生第二次来这边，身为一个是你是龙坑人呢、欸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吗？第一次就是带我们活架来这边拍的时候，然后刚才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、欸。不错不错，我下个礼拜要带我妈妈来。可晴哎，可晴是第几次来到古晋？今年第二次，可是这一条街这一条夜市是第一次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很像是故意搭出来拍电影的场景。大家准备好要赢红包了吗？虽然我们大家已经是 warm up 了，可是我们还是要玩一个热身游戏，叫做祝福传进你心里。Yeah！你们有折过飞机吗？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忘记了。其实我很后悔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 game 会有重复的这一天。你还记得有一次在 Camera Highland 吗？加油！跟你讲真的，真的是油灯哎！我那次真的很糟糕哎。所以我们要动员的时候可以有用盾呢。这个游戏很容易玩，就是把这个祝贺语对，就写在纸上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很有心思的纸张呢折成一个飞机，然后呢就把它送出去，看它可以送多远。好的呀，好，你要写英文也可以，英文可以，马来文也可以。如果有喜欢的人呢，可以告白呀，都可以写出来呀。你写身体平安，我们身体除了健康之外，出入要平安，这个是缩写来的。我们的这一张是新年快乐，祝大家鼠年鼠钱鼠不完。哇，很好，很有意头哎。来，我们的嘞，一飞冲天，万事如意。哇，弟弟弟弟，你要表达什么？这张纸？我懂，他说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土星鸟弯刀。你的嘞？你的写什么？我写的是脸带笑容，不怕输。OK， 来折飞机，我来。最主要是那个头那里，对不对？飞机的头要够尖。飞机王，你忘记讲折飞机好啊？讲完。脸带笑容，不怕输。你插错地方了，你看弄到人家脚了。OK， 在那里。狗狗在上一季的飞机折到非常弯哎，
飞了大概有十尺这么远。你刚才自己讲了吗？你讲，你不要像 Wizard 们这样的，你要讲的。我要飞去那个 cable 那边，用那个电再电一电那个飞机 ，charge 电这样 recharge 吗？它再飞更远。哇、wow. ，amazing right？ 来，身体平安，飞远远。你们可以借一点位置给我们过吗？哎呀，丢了才算啦、啊！喊出你的咒语，一飞冲天，万事如意，冲啊！哇哇！哎，不要动啊！来，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，新年快乐，数钱数不完！哇！哇插到人家公路面那边去，没有了。你看看这个跑道，应该是名胜的最短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头，可以看到尾，你们的可以看到头，不能看到尾。如果是双扇除跑的话，那名胜的是最短的啦。真的。然后接下来第二短的就是可晴的啦。第二名就是我。然后第一名就是我。飞机王。弟弟很厉害飞啊，弟弟。哎，你蝉联呢。真的，恭喜弟弟有红包。然后我们每个人也是有红包。来奖励安慰一下，小红包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就是 A 先送出的这个周边商品。恭喜恭喜！哇啊！热身游戏呢，大家都玩完了啦。OK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轮到可晴，还有就是 Vincent 呢，来一个晚读送。晚读送。OK。我选你哦。好，这我就跟老龙哥一起。OK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玩另外一个游戏了，叫做五十来拜年。咚咚咚咚锵！第一回合速度战役五十来拜年，以速度取胜为主的游戏概念，五人一组，组员在不能用手的状况下，把挂在帽子上的新年饰品传给前面的组员，最快完成的组合胜出游戏。我觉得我们这组每个都有自己的角色啦，对，然后这个很像 Harry Potter， 然后这个是 Harry Potter 弟弟Harry Potter 的妹妹Harry Potter 爸爸。还有我是东方不败，我们是小精灵，小精灵灵，小精灵灵灵，小精灵灵，小精灵灵灵。哇，说你们是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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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之家。好，各就各呗。Are you ready? Three, two, one, go! 接下来蹲下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妹妹你低一点，不要动啊。低一点就可以了。OK， OK， 好了，转过去给他。OK， 对，来来来啊，对对对对，摇起来，摇起来，小心眼睛，小心眼睛，这边来，那盯着你，盯着就可以了，用我的直觉把它插进去。好，来，你不要插我眼睛，我挂过去。OK， 继续继续。哪里？等下 ，Orange， 你不要动，你转它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转它，你先动，你弄进去。然后头往下，对，对，对了，就是这样。啊 ，OK， 啊 ，OK，OK， 对了，对了 ，OK， 来，不要动就可以了，我从旁边插过去。好，不要动，来啊，我从旁边插过去。还没有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啊！啊，快点，快点 ，Raymond， 帮我看呢 ，Raymond， 你挂上去啦。棒 ，OK， 打横 ，OK， 你看我怎么，哎，这么快的，在哪里？哎哎，谁来帮我？挂好了，进好进好，我们完了哦 ，Fantastic， 外笨，外笨外笨，我们完了，我们完了，哈，我们完了了，哈，你可以看到给我空了没？你们几个？六个，六个啊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四个宝宝，他们拿错，但我们还有一个，继续，哎，哎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哎呦，我不可以，放他，放他，哎，别别别别，我明就没有懂啊，就是抱住一声大地震，哔哩吧吧吧吧，买马票，这这这。我们还有一个，继续哦！哎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！哎呦！快点，我不可以！放他，放他！我东方不败，不会放过你，你在挡我嘞！啊啊啊 ！OK，OK，OK， 好好好！来，大家加油！
来，快说。是这样。果然是东方不败这一组赢了，真的很厉害。Yeah. 你们果然是有葵花宝典，真葵花宝典。当然要非常恭喜我们这一组啦！来，有一个小礼物，就是我们今年那个笑笑力量大的周边产品。Yeah. 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的红包，很重要。欢迎红包，来来来，六六大顺。奖励时间，六六大顺。胜利组合的主持人将先丢一次骰子，决定今天六六大顺的 bonus 数字。一到六的数字各自代表一个神秘奖金数额，若丢中 bonus 的号码，奖金将乘以二。就请 Vincent 哥哥呢，就是帮我们丢一个 lucky number。如果讲你丢了一个五号的话，他们又拿五号，这样五号就 double up 那个钱了。对，里面的奖金。你要帮我们做一个 lucky number。lucky number。你要帮我们 lucky number。lucky number。哇 ，lucky number。四号。OK。OK， 所以呢，妹妹你要先丢这个骰子，看你可以丢几号。如果你丢到四号，就 double 的钱了。四号。喂。Stop！ 一号，来，到底一号是多少钱呢？对，88块，前面有没有？有没有一？有没有？有。188。有一的。一。是没有88块耶。四号也好。二号。老板，看看二号多少钱？对。哇，78块。好，四号弟弟，四号，哎呦，六号，哎，喂，有六号，这是六号的，有六有八，哎，前面有没有一？六八，有没有？68，78，不错。都不错啦哈，大家玩得开心就好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你们这组小朋友太可爱了，不如你也丢一个哦，我要分给他们哦。真的吗？哇！四号，没有 double 的啦。六号，68块，来评分。68，恭喜！哇，真的是皆大欢喜啊！真的，谁喜欢新年歌的举手。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到大都很爱新年歌的。对，你从小就已经很喜欢王雪晶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八大巨星啊，或者是七仙女，其实他们有出那些 Deb 啊，我们都很爱的。对，尤其是谢彩云龙飘飘的，我也喜欢。可是今天没有这么简单。对，今天呢就把那个传统的一些新年歌的歌词呢放去 Google Translate， 哇，就变成英文了啊。加 International 呢？第二回合，猜东猜西，来，我们过新年。以猜东西的游戏概念为主，五人一组，现场将会播出一段特效录制的英文翻译新年歌歌词。语音播出后，两组必须跑到麦克风前抢答。限时内猜对最多歌名的组别将胜出游戏。Are you ready? 3, 2, 1, go!Firecracker screamed in the spring. Pili ba la ba la firecracker screamed in the spring. 歌名就没有懂啊，就是爆竹一声大力转，哔哩吧啦吧啦吧。我们先讲啊，爆竹一声大力转，爆竹一声大地转。爆竹婆子，哔哩啪啦啪啦啪。是，准备。英文慢调去。From now on, I have good luck.Money is coming. Do business. He has a good profit. Buy a horse ticket. He is handy. Everything is in the east. God of wealth. 买马票。财神到。买马票。Ticket. You horse ticket. Horse ticket. 买马票。3, 2, 1. Every street. Everywhere.
你们两个抢什么？每条大街小巷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每个人的嘴里，恭喜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。Prosperous all year round. Tempu enjoys well-being. Tempu enjoys well-being. D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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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an d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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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an dong kian business. Tik long dong qiang, ya dong do long dong qiang. Sheng yi tong si hai ya. 是。叫什么名呢？我只有听到这边名，可是我想不起来。咚咚咚咚锵呀，咚咚咚咚锵，生意同时嗨呀！要完了啦！加油了，我们加油！三、二、一，一。你的吗？比较紧张的吗？我们很喜欢唱，未必是你喜欢的吗？三、二、一。Spring breeze kissed my face. Opportunity knocks. Help each other. Everyone is happy. A million. Lucky fortun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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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生意的人很喜欢的。招财进宝，招财进宝。Fortune lucky, fortune lucky, fortune. 幸好有你耶。三、二、一。Left hand, right hand, drum, holding a gong and drum to sing. I can't sing other song. I can only sing a Feng Yang song. Feng Yang song, la, get a bell gone with the wind, get a bell gong. 那凤阳什么凤什么鼓的那个？左手锣，右手鼓，手拿着锣鼓来唱歌那个。新年歌来的呢？好嘞，你答对一题啊！他跟我讲的，这是八度空间的歌来的哈。哇！两位主持人啊，三，回去，三、二、一。A reunion dinner in my heart。一顿团圆饭，心里藏，说出来温馨都一样。一顿团圆饭，心里藏，说出来温馨都一样。欢迎你共聚一堂，齐齐这圆圆的桌上。幸运竹签。是的呀，赢的朋友呢就可以有这个竹签，对，写名字前的五千，你知道吗？看哪一支贴出来。奖励时间，幸运竹签，胜利组合的每位组员可以获得摇幸运竹签的机会，掉出来的竹签上显示的数额就是所得到的奖金哦。一八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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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一八八，紧张了，多少钱？哦，啊，少一个亿啦，八十八，八十八块红包，有多少块红包？888，这又太多了哦！财神到，哎哇哇，阿兄，这有一个打不过。OK，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如你要快的话，我们给你抽就好了。喂，你要摸啊，摸一只，摸一只，是你的就是你的。你猜多少？十八，对你自己这么没有信心？108，哇，108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188，他要全部啊。这个是代表一个节日，什么？三八妇女节。三八妇女节快乐！好，那我觉得大家玩得非常尽兴，而且你们刚刚玩的时候，那个成绩很靠近了。对，他也帮了不少忙。所以我们给可晴来求一次，然后呢就代表组员分给他们。你们要多少？188，一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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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8，哎，你们两个一起去庆祝三八妇女节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再来呀！哎呀，新年啊，来，188，188，188，绝对不会
38，因为最低是38。掉出来。喂。我跟你讲，你刚才讲绝对不会低过38，因为38最低，它不会低过，但是是一样。绝对不会低过38。那红包就拿完了啦 ，OK。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还没玩到游戏的，所以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第二个正式的游戏了，就是噼里啪啦数不停。我听到纯连飙，谁听到纯连飙声的跟我讲？珍珠奶茶金珠妹，老板老板，突然改下地打力诶，地打力，地打力完了，开个奶茶。1 2 1 2，元宝升起来，爆竹升起来，爆竹升起来，对，这个就是要听指示的一个游戏，最主要你要知道你自己有什么。当他讲完过后，如果我们的指示不对的话，就输了。OK， 准备啊！第三回合，团结力量，噼里啪啦数不停，以团结所有组员力量完成的游戏概念为主，五人一组。每一位组员将分别获得两只印有不同图案的旗帜，组员们需要根据现场发出的司令举起或放下该旗子，将会以淘汰赛制进行，留到最后的组员为游戏赢家。左右左右左右左，恭喜恭喜！噼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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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go， 盆菜不要酱，二来一个，好，拜拜。元宝红包升起来，盆菜不要酱，爆竹升起来，盆菜酱下来，盆菜酱下来，二来一个，耶，一组一个，准备，元宝盆菜升起来，红包不要酱，你二来一个。重新开始啊，下来，红包爆竹，红包准备啊，爆竹，红包，准备，3 2 1，来，红包爆竹升起来，盆菜不要酱，元宝升起来，盆菜不要升，红包爆竹不要升，盆菜升起来，元宝降下来，红包升起来，哎，元宝降下来，红包升起来，给妹妹要了，哇，升四位了，哇，心脏病要发呀，盆菜元宝，给大家准备，元宝，盆菜元宝，3 2 1，来，元宝升起来，盆菜升起来，红包元宝升起来，红包不要降，盆菜爆竹升起来，全部不要升，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我听到纯连飙，谁听到纯连飙声的跟我讲？准备，3 2 1，来，元宝升起来，盆菜升起来，红包元宝升起来，爆竹不要降，盆菜红包降下来，爆竹不要升，降下来，爆竹不要升，爆竹不要升。没有啊，爆竹是不会生东西的，叫生什么？猪猪猪 ！OK， 对，3 2 1，元宝升起来，盆菜升起来，红包元宝升起来，爆竹不要降，盆菜红包降下来，爆竹不要升，红包不要升，盆菜爆竹升起来，爆竹升起来。在大年初二晚上，我们全部一夜变机灵。我跟你讲，玩了这个过后，我头现在只有元宝啊、盆菜啊、红包啊。OK， 所以很明显 ，Orange 主赢了。来， yeah~、我们也有小红包奖励一下。初二啊，两个人分。Vincent 只是输到最后吧？是输到一点点嘞。真的有坚持到最后已经很不错了。没有啦，我是让可晴的啦。最好是，哎，我小学之后都从来没有这么专注过了，真的。刚才差点心脏病。你一发功就不得了嘞。OK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哇，新年特别真的来点不一样的东西。等等，你有看到这个是什么吗？信封。这个是红包，你知道红包拿做什么的吗？我们要给我，我们要亲自去到不同的档口呢，就是跟老板玩游戏，然后给他红包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做生意就非常辛苦啦，我们想要奖励奖励他们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新年呐、啊，给一个所谓的礼喜呀，礼礼喜喜嘛哈。真的，可是呢，其实我们要分红包是有条件的。
第四回合体力考验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以考验体力为主的游戏概念，各组根据提示在夜市找到文章从缺的部分，最快完成的组合将胜出游戏。限时十分钟，我们要进行了哈，来、okay. 计时开始。OK， 是，哎呦，什么？在一个温暖的年初二傍晚，我在新窑湾老街夜市走啊走，哎，竟然遇见了好久不见的老朋友，立马奔腾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什么？驿站，驿站，哦，驿站。OK， 来读一下。在一个温暖的年初二傍晚，我在新窑湾老街夜市走啊走，竟然遇见了好久不见的朋友。然后，金猪拜年卖猪，卖猪。哎，真的哎，驿站六月高压的打瑞，耶！哎，给你一个红包先呢，来来来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。OK， 所以先开这个。我缓缓地、开心地走过去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对他说：“你会不会突然地出现？看看我最近改变，真的好久不见了。” OK， 来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那个第二个提示，这个，精神饱满，就是包之类的吧？我们去找一下卖包的。谢谢你啊，谢谢啊，走，卖包吗？包。我们制作组不会对我们这样惨的，不会离太远的，一定在附近。哎，老板，突然改呀，跌倒嘞。不知道。我试一下那边，试一下那边。金猪拜年。金猪啊。珍珠奶茶，金猪拜年。老板，突然改呀，跌倒嘞。跌倒嘞没有。跌倒嘞没有。OK， 谢谢。完了，哪里？回报。讲到他们用猪笼来做料，猪笼有吗？猪笼草来包那个什么？有吗？都来当吗？有吗？这有吗？谢谢老板，走。哎，老板娘，来有吗？没看到没？啊，老板，突然改要跌倒嘞。哦，啊，下一档。哎，老板娘，突然改呀得打嘞，笑笑力量大。哎呀，请问我们提示是什么呢？我想了很久，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他真的是我的朋友吗？怎么变得那么好看了呢？啊，你在看着我，他在看着我。OK， 好，下一个提示。哎，年年有余。年年有余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红包给你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，中，年年有余，卖鱼的，炸鱼的，养鱼的，烧鱼，烧鱼，刚才那这样大个烧鱼，这边，啊，看样子啊，等很久了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突然改呀，得打嘞。很好，笑笑力量大啊！新年快乐 ！OK， 好，我们先拿大的，是不是？来，一起念啊，一二三。我提起了很大很大的勇气，跟他说一声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你还记得我吗？他竟然转过身看着我说什么呢？来，下一个提示，还不开灯的吗？等明年过年是吗？黄金满地，有什么跟金有关的喂？有猪笼，猪笼草。哎，这个猪笼炒糯米饭，来，榴莲干鸭得打嘞，小小力量大，耶！
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青春美丽，生意兴隆，马到奔腾。我们竟然在这个美丽的新年里邂逅，大团圆，大团圆，祝福你肚子依旧圆圆，福气满满，赚多多钱，请我喝好冰。OK 吗 ？OK 啊耶。笑容满面，笑容满面，非常明显。可乐蜜，可乐蜜，面面面。我们最后一个好嘞。有人该要得打嘞，有人该要得打嘞，有人该要得打嘞，有人该得打嘞。Next, next, next. 看来这里好像有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样哇，难道就是独人改啊 ？Data Ray， 就是你啊，掩饰不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一个红包，跟你换取一个提示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等你这句祝福好久了，这些年我左盼右盼，就是等你开金口祝福我。说真的，我太感动了，我流泪满面。岁岁平安，岁岁啊，这叫岁啊，岁就是水哦，水买饮料的水，还有两分钟，两分钟啊，我听到有人跟我说是左边。突然改呀，在打嘞，笑笑你。哎呀，是你啊，等了我们久是不是？原来是你，等到这样的啦。红包给你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学业进步，然后就财源广进。来看一下。第五的是什么？亲，我也很感动，在这个年初二刚好遇见你，留下美丽的足印，所以祝福不可以停。祝你有数不完的财富和数不完的想我。我们会继续想你的。就最后一个了吗？回去。对对，我们回去要年了。万事如意，谢谢。面这边啊。有人敢要再讨论？笑笑力气大，力量，你笑笑力量大，力量大 ，OK， 力量大。好，来来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，高朋满座。那我们一起念哈 ，OK。我今年的愿望很简单，那就是能够遇见你。在这个大年初二，能与你见面聊聊天就很幸福了。鼠年行大运，笑笑力量大，恭喜！谢谢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走，自己收，走。啊！讲讲。来，给我你的手机。怎么又拿到了？再一个问这个先，还有一张，没有我在玩哦，怎么又拿到了？哎，What happened？ 小相公啊，我们啊，知道我们应该是搞了一个乌龙啊，留了一点资讯啊，没有拿回来这样。我给你一个红包，跟你换取一个提示。哇，我们到我们的哎，大家以上。水啊，这叫水啊，水就是水哦，水买饮料的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好，中。留给那边做菜啊，留大顺啊，我们慢慢的站起来 ，OK。很慢的啊，很慢的。对呀 ，Camera Man 也是一样，一二三，好了，我很累啊，我脚抽筋啊。第三个题目，哎呦，五张哎，对呀，五个提示吗？五个提示啊。这不五九三，你们玩什么来哦？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我们两组都已经把我们的红包都派给我们的老板们啦！耶！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关。牛人干要跌倒嘞！一二三 ，Big Boom！ 可是今天的 Boom 呢，是好的 Boom 吗？真的，一变就变成红包。就是说，他们玩 Bingo 的时候呢，开启了那个 Boom 的时候呢，就有额外的每一个 Boom 有38块哦，很好。今天呢是特备，所以跟平常的不一样。就算它很快，它也不会被列入我们的那个 Bingo King 里面啦。来来来，来转第一个号码。Lucky number 34，6号，9号，49。
十四，好，两个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四十九，有70中了，还有一个位置，恭喜杨哥，你先站过来。哦，你们想要什么号码？1866露露，接下来有20几张？谢谢你，来，谢谢你，来，来看看，1730恭喜妹妹脱颖而出，来给个掌声，恭喜我们的两位赢家进入我们的 bingo b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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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， 哇，来你们拍下财神爷来。我多希望我是他们，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有拿到冰棍棒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奖金。哇，你会 rap 的，我没有想到，真的。那难得今天呢，也是我们的新春特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是要把所有的钱就送出去就对了。OK， 所以今天如果真的很顺利赢得了我们这个冰棍棒的话呢，总值可以获得402块哦。哎，比平时多很多哎，而且我们一般上都很怕那个棒，像我很希望来啊蹦我啊蹦我啊。对啊，因为蹦是红包来的嘛。OK。好，祝你们两位好运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稳赌中一下，看谁底下先喊号码。稳赌中。啊，石头鸣小鸟的话，就是底下妹妹你先喊号码啦 ，OK？ 好，把号码给填上吧。要接个威。Bingo Ball 新年祝福，在两位挑战者写上25个号码之前，制作组将在3个格子内植入红包。之后，两位挑战者在不知道红包位置的情况下，在自己的 Bingo 板上写上1到25的号码。游戏开始，每人轮流喊出一个号码。如果喊到的号码落在红包格子上，组员将会额外获得18令吉。最后 ，Bingo 的挑战者将赢取308令吉的奖金，加上开到的红包数额。Are you ready? 3, 2, 1 ，Go！ 3、2、1，来。一，凯亚中了一个。5，到妹妹。3，8，9，12，到你，16，那边，20，这边，没有，什么？没，22，19，这边，哎呀，中。嘎呀又中，我们中，突然中了我们呢 ，OK， 妹妹25，18，嘎呀中，哇，嘎呀又中红包哦，11，13啊，怎么听不到啊？快去喊那个冰勾喊号码，叮。好，赢了！耶！恭喜妹妹，可以获得的红包是326令吉。耶！不错，我们这边呢可以得到84令吉。耶！真的是好开心啊！今天大年初二，大家都拿了很多红包，对不对？耶！开心吗？你们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像财神爷这样嘞？耶！好了，一整天游戏，我们终于分出胜负啦！很明显就是我们输了耶！过年就是要输一下的。啊！对，非常恭喜啊 ，Vincent 啊，就带旺我们这一组啦，也带旺你的红包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好，那时候呢，小惩罚的时间就要到了。你要东南西北风多少下？那我要北多少下？5下。5下，一。这么鬼哦！你放手，你放手。你们没有默契吗？1、2、3，要完了吗？4，要北号5号，呈现30秒精彩的舞狮表演。我们有舞狮吗？你们要看吗？要！真的是很好，我要醒狮。哦，不要，我要客家狮。要看客家狮，请看春天花。来啦！哎，我们有音乐的嘛？有，我给你，噔噔的吗？我给你，新年快乐！
Amazing！ 哇，这舞姿太美了，那个脚啊，这么一直要开起来了。对哦。没有吗？你们不懂吗？舞姿是很活泼的。你在后面是讲演，我没看到。我只是。OK， 无论如何呢，今天呢就是非常谢谢所有 Snail One 的朋友们呢，就陪我们就是拍摄这个年初二的新春特备，给个掌声自己。Yeah！ 谢谢你们，新年快乐！当然啦，这两位嘉宾很难得来到我们节目啊，玩了一整天，我要问一下他们的心情。对啊，可晴，觉得今天的特备拍得如何？我觉得今天学了新的才艺，我回去可以好好的钻研一下。你是说那没有？你是做那个 translator 的那个才艺吗？那就超好玩，我觉得那个以后我们班把 D 可以玩。那新年你有什么新的愿望？希望今年可以跟家人去玩，好像从小学之后都没有一家人去玩过，所以希望今年可以来一个团圆。好啊，哎，我问一下新年愿望，什么愿望？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舅的愿望可以实现。今天的这个拍摄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觉得很有意义，因为是在自己的家乡拍，而且在神鸟湾。如果去别边就没有意义、啊。有意义，有意义，但是这个比较有意义。小心讲话。那你今年有没有要发一些音乐上的作品？有，一直在做音乐的东西啦，所以今年会做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东西，不是 rock 歌的东西。你要放弃 rock 歌？不是 rock 歌的东西啦，这没嘞。对，有一点 R&B rap 的东西。R&B 哇，新挑战哇！你要现场 rap 吗？不是，哎，越来越 R&B 哇，我的强项哇。总之是玩得非常开心，所以非常谢谢两位。在你可以发行那个 R&B 之前呢，你先要表演给大家看，我们一起来跳一个舞，不还是你一个人跳就好了，有一起跳可以吧？跳，我一个人跳我怕，我前一点啦，啊，你前一点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，我们音乐来一起跳，来，三二一。心不会空中而归，冷泪。